新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江国文女士，请各位听我哋嘅邀请嘅名单吓，就去到我哋嘅点睛区吓。另外仲有啊，广州市荔湾区政协副主席麦兆光先生，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卢以文女士，广州市黄埔区君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志安先生，佛山市海南区民政局副局长丁坚先生。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黨委委員楊大雄先生，佛山市南海區九宮鎮黨委委員郭麗常女士，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黃舒明女士 MH， 油尖旺健康城市督導委員會主席葉華 BBS 太平紳士，澳門街坊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李卓君先生，香港中山黃埔同鄉會會長劉廣雄先生，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李旭發先生 MH， 油尖區康樂體育會主席趙宇希 SBS 太平紳士，香港童軍旺角區會會長陳繼良先生，名譽會長高寶玲 SBS 太平紳士，夏建平女士、何業新先生、蔡兆峰議員、梁巨海先生 MH， 大會副主席潘少平女士、文德榮先生、黃信廣先生。咁多位上述嘅嘉賓咧，請移步到我哋嘅點睛區嗰度，醒獅點睛區嗰度，準備為我哋嘅醒獅進行點睛同埋掛紅嘅嚇。係啦，各位，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咧就係請金龍咧到台前咧就準備，俾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就係進行呢一個為金龍掛紅同點睛嘅儀式嘅嚇。係啦，但喺呢度咧亦都提温馨提示各位嘅朋友咧，亦都係注意自己嘅個人嘅安全啊！因為天雨嘅關係咧，可能會濕滑少少，大家要注意自己嘅個人安全。係啦，我哋請金龍到台前準備。咁因為我哋咧工作人員咧就要收拾一下台前嘅凳啊，就要少少嘅時間。在一瞬間我們會有一個點睛的儀式的，也都請我們的金龍移步到台前，是面向著我們的主禮嘉賓，稍後我們會安排這個點睛。沒錯，醒獅區的點睛儀式也都是會跟我們台前一起同步進行這個點睛，所以在這個時候在醒獅點睛點睛區的嘉賓就可以拍張照片，稍後時間我們一起進行點睛。俾啲氣勢嚟聽下先，聲勢，冇咗啦，聲音越嚟越近啦。首先咧係為我哋打頭陣嘅就係國事公報金龍醒獅團啊！佢哋今年咧係有70頭醒獅咧係賀國慶家，哇，精神奕奕啊！郭師傅率領一班的學員啊，大家看到台前的是有一條金龍，也都是蠢蠢欲動的一班醒獅，也都有不同的顏色，代表著有不同的性格，沒錯，是可以出來跟大家見面的，即是我們更加的繁榮更加的精彩啊！沒錯啦，和諧共處金龍啊，大家金龍醒獅已經點曬精啦，所以咧都係精神奕奕，充滿活力。冇錯啦，每年咧郭師傅咧亦都係花盡心思啦，係率領一班嘅學員咧，係為我哋大個獎表會咧係提供好多嘅演出嘅噃。冇錯啦，如果手揸住國旗同埋區旗嘅話咧，可以揮動一下嘅噃啊！係啊，我哋打個招呼先。啊，醒獅又同我哋台上見主禮嘉賓。敬禮啊！色咧係咪代表女仔嘅？女仔係啊，大家都覺得咁。嚇！我哋今日有男有女啊！冇錯，有大有細，精神奕奕啊！冇錯啦。鮮豔嘅桃紅色啊！每一條繩絲咧都顏色好鮮豔，都好奪目啊！係啊！即係睇到人有啲心花怒放嘅感覺啊！
戲精彩啦。冇錯。有好多嘅動員出嚟，話我哋呢個廟會咧，即係增添好多嘅色彩啊，熱鬧氣氛啊嚇！冇錯啦，其實咧佢哋嘅年齡層都好廣泛嘅喎，我見到有小朋友啦，亦都有大嘅朋友，咁亦都係希望將我哋嘅廟會咧傳承落去啊！冇錯啦，咁啊，大家年青力壯啊嚇，有氣有力，哟！不錯不錯，大發展廟會，冇錯啦。生命工場的金龍慶廟會，冇錯，生命工場。